Hobby Game， 大家好，我是 Hobby Game 的 MS。 今次和大家介绍的是 Monster Hunter World Iceborne 入面的新怪物，在绿珊瑚台地出没的水妖鸟啊。水妖鸟就是毒妖鸟的亚种啊，即是说它没有了毒的属性，就带来一个水的属性啊。不要以为水属性就没有攻击力啊，它可以透过饮水啊，将水团积在尾部啊，然后就用高压喷出水柱。当然啦，它不单止是尾部啊，连口都可以喷出水柱的。就算它没有饮水的动作啊，它都可以在尾部啊囤积大量的水，然后再高压射出。被它的水射中就要留意了，它会为猎人带来湿身的效果，你的气力的回复速度会变慢的。